大天使梅塔特隆信息，关于激活和唤醒内在的真善美。通灵，娜塔莉·格拉森。问候，亲爱的光之存有，我是大天使梅塔特隆。今天在你面前很高兴，因为我出来谈论激活和唤醒内在的美。我们首先需要承认什么是美。美是造物主的本质，是造物主的纯洁、核心、真理。这转化并体现为幸福、健康、内心平和、平静。进入一个人的内在力量，在他们的现实中，体现一个人的梦想，说出真相或他们的真相，并允许发生转变、治疗和恢复活力的能力。你的内在美是你内在的光芒，它是你体现并允许从你的生命存在中自由流动的造物主品质的组合。当你连接到你内在的光芒、神圣的造物主品质、震动和真理，你可能想知道为什么表现你的内在美很重要。美丽是如此重要，因为它激发了灵魂。地球上的许多人需要看到、感知、承认美丽，并从中获得灵感。灵感来自灵魂，它激活了灵魂。所有存有、生命都需要激活他们的灵魂，让他们内在的光辉和内在的造物主品质闪耀。当您专注于与您的内在美联系，并将其传递给你的现实和世界时，您将激励他人觉醒。你可能已经说过话或坐在一个人旁边，对你来说，他们看起来很漂亮。也许他们的微笑很美，他们的善良很美，或者他们交流的方式很美。可能是他们的能量或共鸣，对你来说是美丽的，它是鼓舞人心的。你可能希望成为同样的人。在那一刻，你的灵魂正在被激活了。你在他人身上看到了你希望在自己内在身上看到的东西。你需要在自己内在身上看到的东西，或者准备激活并从你的存在中流淌出来的东西。你正在看到自己内在美的反应。如果世界各地的每个人都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在美，进入它、获取它、散发它，并在他人身上认识、识别到它，我们所有人感知世界的方式将发生转变。即使在内层，我们感知地球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化。越来越多的人将看到并寻求地球的美，生活在城市现实中的美。你的体验经历将提高你的振动，加快你的振动和频率，使你能够上升，获得更伟大的掌控，理解更伟大的真理。其他人也是如此。你会在自然界和你的经历中认识到美。即使在现实充满挑战的时代里，你也会在你所显化表现出来的事物中看到美。你的内在美将与你的力量、能力和美丽联系在一起。美不仅是表面的或肤浅的，美是存在于一切和每一个人内心之中的。美是独特的、特殊的，并以华丽的方式表现出来。它是一种力量，一种源泉，一种表达。地球上的人们越是认识到自己的内在美，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观点就会发生更多的变化和转变，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会发生变化。因此，你的存在和你的实相将会改变，包括你正在显化的东西。因此，消极的情绪会消失，恐惧、痛苦和苦难也会消失。对美和内在美的关注就会显现出来。请记住，这不是要改变你的外表，甚至不是要改变你的物理、身体、现实。
它是关于激活你生命存在中的造物主品质，并让它们发光。你如何激活和进入你的内在美？你们把你的注意力转向内在，也许转向你的心轮，如果感觉合适的话，或者转向另一个脉轮，也许你只是融入了你内在的深处。你从你的灵魂中召唤出所有神圣的造物主品质，现在出现在你的生命存在中。你让自己深呼吸，专注于承认你的内在美，那些造物主的品质。你肯定自己，并确认你所体验的品质，无论你感觉到、感知到、承认到，还是想象到的，都是造物主的品质，是你的真理、真相，是你内在的光芒和内在的美。这是你散发出来的力量和美丽。你专注于这种能量，如果你希望让它通过你的生命存在，流入每一个细胞，你可以给它一种颜色，你身体的所有方面，你的气场，进入你的现实和世界。这样做时，你是安全的。散发出你的内在美，对你来说是安全的。当你散发出这种光时，你正在为自己创造安全感。让自己在这个散发你内在光辉和美丽的空间里感到舒适。只要您愿意，就可以在这个空间里坐多久，一天可以坐多少次，直到它感觉自然、有机和自动。开始注意它如何影响你的想法，以及你看待自己和现实的方式。你会注意到美丽，从你的存在之中涌现、出现，也许你的身体会改变或你的现实。可能是您交流或表达自己的方式发生了变化。造物主正邀请我们认识到我们内在的美，作为我们生命的纯洁，在许多方面是一种治愈的香膏和提升的加速。在我们现在的时刻当下，我鼓励你们探索你的内在美，并认识到你是多么神奇。我的爱永远与你同在。大天使梅塔特隆的祝福。 I am Archangel Metatron. 谢谢收听。感恩祝福。